我们现在看到一只狗啊，那狗的名字叫红茶。红茶，你们回头了。红茶，哎，红茶不理我了。红茶跑了。Hello， 我是威廉。我今天呢来到台东县鹿野乡，然后来体验鹿鸣温泉酒店的温泉池。然后它温泉会馆的温泉呢是属于红叶温泉泉池里面最高档的。我稍微等一下会拍一下鹿鸣温泉饭店里面的设施设备。跟一些活动，然后来介绍给大家。然后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我的 YouTube 的说明连结。然后我现在带大家稍微晃晃一下吧。这边呢是我现在住温泉饭店的阳台，然后我们阳台底下下面有一个农场，那个农场的话，那边有几只小鹿，给各位看一下。然后晚一点的话，我们会去那边看一下。那边有一只、两只，那边还有一个三只。鹿鸣温泉酒店啊，那个温泉的腹地是很非常的大，待会会去逛一下。小鹿现在都起来了，然后从那边进来啊，灌洗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是温泉，然后昨天我们有泡一下，它那个温泉的 pH 值啊高达 7.7， 然后是属于中央山脉地层的温泉池，然后这边一个双人床，然后大概空间。就这样嘛，然后弟弟现在在化着妆，等等我们要去吃早餐了。准备搭电梯下楼。到餐厅了 ，Kiki 先去拿早餐，这边等他一下。然后他这边用餐环境还不错，这边是一个落地窗，可以整个看到一个园区。他这边早餐中式居多，嗯，对啊，好吃的，不错吗？是早餐吃的。我也是，因为卤肉饭好像是特别吃的，我今天还拿了多。超赞的！我刚刚拿了四个酱。拿四个酱。然后四个酱，然后这边是洛神花，然后这边是瓦伦西亚酱。我刚刚稍微研究一下，应该这个是橘子皮吧，然后这是芝麻酱，然后这是柚子酱。然后我先从那个洛神花吃一下，好酸哦。它是甜甜的，有一点微甜的，感觉它是用果肉去用的，对，完全是果肉，没有其他的。啊、这个我试试看、哦，这个好吃，很好吃啊，这个真好吃，橘子皮啊，嗯，因为我想说我拿一点点橘子皮就好，然后吃，然后后来吃的时候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它橘子皮不会苦哎，它、啊、会酸吗？啊，会酸吗？一点点而已，然后这芝麻。芝麻就很普通，哎，有香吗？有芝麻香吗？嗯，有。就是它这个东西都是真的是去手工做的，对对对，真材实料。对啊，除了那些什么奶油，那个红豆泥我没有拿，因为红豆泥我觉得太普通。然后柚子酱，这个，哎，就这样，也很好吃。这四个都还不错，只是我比较喜欢这个，这是第一。洛神了。对，洛神是第一啊，这个。橘子的是第二，然后这是第三，这是第四。
我跟 Kiki 啊等等要参加这个艺术茶园，然后大概是10点发车，我们现在还在等待。我们现在准备要搭中巴去艺术茶园了。现在我跟 Kiki 已经上车了，我们等一下要去他们的茶园稍微参观一下。我们现在啊已经听完茶园的讲座了，然后我们要去鹿野龙田村。早期在日治时期的时候，然后日本人来这边移民做开拓的地方，然后有规划的很完整，参观一下他们当时日本人在殖民的时候规划的一些学校啊、设施啊，还有一些诊所。然后这边都是茶园，然后前面左转，对，这个小路岔进去，对，然后直走。我们现在慢慢的骑脚踏车中，因为刚刚在教室的时候因为不能拍摄，所以我们当时只有听课的状况，然后晚一点的话我会补一下画面给各位看一下。好凉的风哦，好几年没骑脚踏车了。后面的是不是啊金树溪，这里有樱花耶，萨库拉，这里有萨库拉。现在啊我跟 Kiki 已经到了绿色隧道，可是因为刚好这次是属于枯叶期啊，哇全部都掉光了。然后这边是龙田大草坪，然后是给那种脱衣闪降落的地方，整片都是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好酷哦，这边的这边好适合拍照、哦，蛮漂亮的。金树溪整个这样骑过来很舒服，你看顶上有没有老鹰耶，然后给各位看一下我的右上角有老鹰在飞翔。整个很棒，我跟 Kiki 第一站呢已经到了鹿野区艺场。跟各位讲一下，我刚刚进去的那个区艺场啊，那个是在日本日治时期啊鹿野区第一个乡公所，当时1900几年我也忘了，反正那栋建筑啊大概是99岁了，好老。对啊，然后当时的解说员是跟我这样讲，因为里面不能拍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国小最后一个点了，因为时间有点紧凑。现在我眼前这栋建筑啊是台湾最早的托儿所，然后在1939年，然后也是由日本人盖的。然后这栋啊是龙田当时国小的校长的宿舍，大概就长这样。我们现在呀要去看一下小鹿。小鹿斑比。对，去看一下小鹿斑比。鹿有出来吗？鹿都吃饱在休息了。这边有一只。然后全部这边都有聚集，现在是他们的午休时间，没有人想要出来动。那边有鹿角的，在那边。好，看一下。公鹿。哇，我那边有一个鹿角，他们很chill哎，他们非常的 chill。他们都在后面不过来了。对呀、啊，非常的 chill。他们这边饭店呢、啊，有一个特色就是，他们随时都可以看到兰花。对不对？你看那边也有兰花，兰花这种植物是不好养的，他们养的都非常不错。你看喽，这边都有，不错。然后前面还有黄色的，这边有个黄色的。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，我看到松鼠，这前面红茶，你怎么跟松鼠一起玩？红茶，
这边，这边有一只松鼠，哦，爬上去了。松鼠大大在这边，哇，跑上面去了。然后啊，现在啊，我现在准备要前往游泳池，然后因为游泳池，哎呦，它又重新放水嘞。然后游泳池现在在放水了，而且是温的哦。我下次啊，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它这边的温水游泳池，感觉真的不错。对了，刚刚忘了补充，就是说鹿鸣酒店呢、啊，它其实是全国农会哦一起合股的一个酒店。然后他们董事长是鹿野的农会的总干事，叫什么潘永龙，对，潘永龙，他亲自来帮我们，就是教茶，怎么看茶，怎么喝茶。今天终于结束我们的视频了，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分享。对，没错，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喽，拜拜。